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这个表哈是每每在邮局呢除夕部12月份的结余记载表。哦，比如说，12月5日哈，结余是1200；12月6日结余1200；12月7日那个结余1455，哦，可能他有存进去了。哦，啊，12月8日的话，结余是16001。好，那么他们说哈，结余的金额哈，是日期的函数吗？是的，一个日期哈，只有一个结余。哦，不会说一个日期它有两个结余啊，哦，所以呢是函数没错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4。